韩国犯罪黑帮电影新世界，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警察、黑帮卧底和黑帮老大之间的关于阴谋与背叛的故事。新世界曾被韩媒称为韩版《无间道》，但却并非像《无间道》那样双线发展，在人物性格和一些情节发展上也有薄弱之处。说实话，我看完完全全没想到跟《无间道》有什么关系。毫无疑问，两个片子都是黑帮片，故事主角也都是卧底，但两个片子整体的基调完全不一样。无间道明显是偏向理想主义的，而新世界则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黑帮片。除了丁青对李子成的激情外，情感因素不过是理智的衬托。我觉得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黑帮卧底片，结局挺现实的，卧底不一定都是那样正义的，因为卧底也是人，只要是人，为了生存，面对命运的压迫就会反抗，这与正义与否无关，这才是真实的人性。这部电影在兄弟情上刻画得很令人动容。而黄正民、李正宰二位实力派演员也奉献了精彩的对手戏，崔敏植大叔正常发挥，全片的质感很像《极恶飞盗》，透着刚猛和凌厉，而很容易让观众领略黑帮片的独特魅力。总之是一部出色的警匪电影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评论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